帮我调查一下这个设计师 Health， 实在是太像了。陆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剧本我熟，无非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，经典路数了。在这栋别墅里只安排了你们两个人哟。我的吻技这么好，要女先于死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你能不能先搞搞清楚她是不是你老婆？我怎么没搞清楚？她给我的感觉不一样，我预感她就是绵绵。希望她能赶紧清醒，不要当局者迷，被一个相貌相似的女人给迷惑了。我说了闭嘴，我真的很想她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辛苦？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现在还没办法和你相认。你为什么从来不肯回头看看我呢？不管他好不好，只要他站在这儿，我就永远只会看向他。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，我都站在你的身后。我如果能早点遇到你就好了。当我的视野足够宽阔的时候，或许可以得到他的消息。我甚至觉得我已经找到他了。